这些后勤工人来自安省各地，其中安省公共服务工会的成员沿市中心街道游行，之后来到社区学院雇主议会，位于 Bay Street 20号的办公楼外抗议示威。另有一批社区学院的后勤员工于今早7点半在位于 King Street East George Brown 学院门口游行。参加游行的成员包括来自温莎、京士顿、汉密尔顿、维兰和奥沙华的工会工人。